就喷子，有喷子，一喷带走啊！就是牵扯你，是的，然后等队友拿枪过来，目的达到了。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了拖住队友，结果花钱其实走位已经很风骚了，他还把这个轮胎拆了啊！回当年的那个感觉啊，像这种有很多，这波摸过来被发现了，妹妹六幺一直在这里等着啊，是的，老六他应该是想来摸这个防区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啊，他不确定积分。 破了这个记录啊，拿了一个80分的分数，把队友撞飞了。怼枪，这个Pyro选择了这个木厕所，被打的太厉害了，被点倒一个，又点倒一个，这个位置停的有点早，高处都是有人的。是的，连倒两个，都在厕所里面，应该有机会。Forever 倒了，哇，这里麦田掉下来的人几乎这肯定是没了啊，不用管了，直接就放弃吧。 是的。 选择要上山吗？山脚下兜了一圈，又绕回来，感觉没有人去。山顶有人，伊比萨鱼打掉一个，哇，这里又打一个，哇，这波天路是硬把12宫山给撞下来了。FM 会不会来呢？听到这里有枪声，来了，这里藏在地上，给了一个雷，炸了一个，哎呀，朝阳直接这个雷，没打掉，第二波再 pick 没子弹了，这样的话天路只剩玉一个了。 先补人，直接补人了，因为他自己也就剩一个。是的，往烟里面一混啊，单挑了。是的，菠菜现在也在支援过来。哦，猜到位置了。哦呦，双方都是猜到了对方的位置。一丝，哦，菠菜还是打赢了。是有队友过来支援啊，这个没有队友，是有队友过来支援。对，嗯，菠菜从反坡走上来了。这里天路最主要是他不知道进的，他以为全部抢下来了，没想到进点烟里面还埋了一个。是的。 刚才是尬的尾栓狙栓倒一面，只有周品言打闪，龙宗权跟王哥直接是鱼贯而入。先补人，看看这么久没打，协同如何？从刚才进门的这个动作来看还不错。是的，扫车明明也过来支援，尬的尾秒掉一个，脸上来了一个，这一波没听到脚步声，正好再换再打一个，呜哟，这一波连干两个 ，FM 只准备反清，打闪起身，哦呦，这一个被对方反打了，周品言跟明明这两个突击手组合确实是太顶，嗯，对方还能救一个，拉到侧翼了，这个位置很要命啊，起身看到，两个头，哎呦，这一波开进关进很危险啊，还好远点幺幺二是给了点支援，这个应该是长摁开进的，嗯，我反而觉得他应该是单点开进，是吗？长摁开进其实打进去的是不容易失误的，我感觉像松手的那种感觉一样。 自己干拉跑下来被点倒，头顶被踩住，看这个手雷能不能炸倒，从角度上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，一漂亮啊，炸倒了。啊，石器也来了，这个12宫山，是的，但近点只有三个人。明明这一波的压枪小问题啊，对，结果自己一丝血被远点点倒，被补了一枪脚，这个雷，哎呦，石器这里也是站不起来啊。 是的，哎呀，小五也被炸倒，连续两颗手榴弹，宿九是没过来的，远点架枪的。对，这一波在战术上会不会留一个架枪就有点冒险。他想的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，这波对不过了，尽量的保分吧。嗯，幺二和露露，哇，这波牛海比的战斗力是真的强啊。嗯，连顶两波。是的。 出去的位置被卡住了，乌西迪西，在夜宵杯里面表现特别出色的一个选手，他现在应该都活不了，看看分数吧。哇，打一个！哇，这个枪很快啊，队友立刻扑，蓝迪打药了。哇，又打一个！哇，太顶了，这样的话这都救不了吧？四拳，能多混一分。哇，真的，最后远点，哇是他这个 timing 卡特别好，就是当所有人都觉得他一丝血应该要回去打药或者什么，他反而拉。LG和 XCG。 哦，头皮枪法也是跟队友配合，连续放倒对方两个，别哥跟峰峰，emo pig 和 omega， 小 A， 马小打侧身了，起身，没有看，完全没看，哇，这两个人站重了，帮队友挡了波枪线，是的，特别，别哥来补枪，只能打一枪，全部打中，是的，头被挡住了，但还行，啊，侧翼补枪成功，损失一个，拿下这个山头还行吧，是的，能救吗？ 啊，这个没开到山脚下是吧？对，开到山脚下，然后腿上来，传统异能就是十一路干拉。
全是背身，直接秒一个 X left， 给投出过点的时候被打了，打残了，没倒，马哥没倒，哇，这个雷差感觉差点炸了马哥，哇，黄志龙又是出手成功，这个全员扑上应该是很难反抗了，是的，山顶的位置应该能抢下来，是的，是的，还剩 Kenny 这波应该要选择溜了，跑了，喂，这哪来的一枪？打中正中头部 ，SMS 从四房跨越整张地图打了一枪头，好像就出了这一枪啊。对啊，最关键的是好像他也在动人，给条活路行不行？停车跳车要反打，直接被一臂打掉，趁你病要你命。是阿童木三杀，顺势可以再往这个坡上走吗 ？SMS 一个队，然后他一打起来 ，SMS 就可以往上拉了。总体来讲的话，就是他毕竟还是哦，一枪爆头 ，AWM， 听说你三级头是吧？是的，啊，专治三级头，先拿下。但是这样过去的话，决赛圈怎么办？一劳永逸，直接撞过来，甩飞出去，直接顺刀两个。哎呀，为什么要冲这个地方啊？说真的，这波伊比达，我真的没看到。就是你在第一人称视角里面的话，这一波其实所有人在车里面就已经晕头转向了。对吧，先下雷是对的，这样对方不知道是哪打的，秒掉一个雷，哇，漂亮，太帅了，哇，这一波对不起啊，我还质疑了他先抛雷的这个操作，先扔雷真的是对，本身然后放个慢镜头，对，配点 BGM， 大魔王了，哎呀，也没办法，四打二，四打二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个角度有点漏的，周平刚拉出来就被打残了，是的，先让他短期内不要有作用，是的。近点听到声音，先扔雷被打侧身，瞬间秒掉，四打一，位置也被锁定，没有机会啊！好的，恭喜 SMS 开门红五杀，吃了一个小童子鸡。